欢迎来到小九撩剧，今天小九带来《锦衣之下知你是我的肆无忌惮》第20集。路易送他们到车库，看着他们的车远去才离开。姐要不是个律师，要对得起自己的道德和职业素养，真的会手刃了他们几个。上官熙本就凌厉，此刻直视着面前的绿灯，猛踩着油门，说不上来的飒。真服了，脑子长在脚底板了吗？今夏越想越来气，几个大男人控制不住自己那点花花肠子，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我给他全剁了。今天得亏是陆总在，不然咱俩真不一定打得过他们。今夏沉默地应着，脑海里都在回想刚刚他英雄救美的场面，怎么突然不说话了？上官熙还在开车，只能用余光瞟瞟副驾驶。没什么，肚子不太舒服。今夏调了调靠椅位置，往后仰了仰，看着窗外的灯火阑珊，夜已经完全黑了，但城市依旧灯火通明，偶尔闪过的霓虹会打在他的脸上，但不过转瞬即逝。不知为何会突然想起蓝清玄问他的那句，你觉得陆毅怎么样？他觉得自己说不上来他是怎样的人，看不透猜不透，就像是精致的瓷娃娃外面套了一个玻璃罩，他看向他时总觉得隔了点什么，透明但摸不到。我从没见过他对别人这样，蓝清玄的话仍在耳边回响，反而他自己现在的心有点乱。他对自己不过是对助理对秘书的关怀罢了，虽像相处时间不长，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和自己之前所听到的那些完全不一样。姐，你觉得陆毅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上官诧异了一下，怎么突然想着问他了，有点好奇。我和他不熟，更是没见过两面，不过我觉得他很有礼貌，看上去谦虚绅士，商业奇才，年纪轻轻把公司业务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利润翻了2倍不止，其他的没有深入了解过，就不多做评价了。上官熙似乎能从蛛丝马迹中得到些信息，反问他怎么相处久了对你老板动心了，问问我的意见。说什么呢，谁动心了？今夏反驳的毫不犹豫，手却不自觉地捏紧了身前安全带。我可没有。放心，我不反对上官打趣他，他一表人才的，只要你自己喜欢就行。说什么呢，这是哪有的事啊？今夏张嘴就来，也不知道秃噜了些什么，你别瞎想，我就问一下。姐你这联想力。上官笑笑，转着方向盘，本就是开个玩笑，现在好像确确实实察觉到了什么。今夏的房间明亮，五颜六色的，像是彩虹那般，虽色彩多，却看着一点不乱，反而梦幻。上官今天和他一起睡，明早顺路送他去上班。别墅区夜深人静，没有闹市的喧嚣与繁华。今夏坐在梳妆台前，做完护肤的最后一个步骤，搓搓掌心，在脸上按了几下，对着镜子仔细观察着自己白皙的脸蛋，总觉得这几天出差沧桑了许多。上官正靠在床边看书，房间里都是好闻的香薰味，两人各做各的，场面说不上来的美好。陆毅喜欢夜晚，因为夜晚总是会赋予人无限的可能性，静谧的环境，没有那些嘈杂喧嚣，甚至可以关了手机不去接触任何与外界有关的事儿。真正的独处能给他的内心带来极致安宁，但今天例外，他家的装修可以说是和温馨毫不相关，除了黑白灰甚至找不到第三种颜色，落地窗干净的反光，顶棚的射灯照下来像白天般。岑福端了杯热牛奶过来，看着他面露寒光，想必是刚才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没谈好。不是陆毅伸手接过玻璃杯，却径直放在茶几上，温热的牛奶还在冒着热气，是发生什么了吗？比起旁人，他总是愿意和岑福多说些的，当然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岑福敢问，毕竟从小一起长到大的胜似手足兄弟般的人，又一起经历商业场上的腥风血雨。陆毅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在犹豫犹豫要不要开口。我碰见今夏了。今夏？岑福愣了一下，那好巧，在餐厅，他和朋友一起吃饭被人骚扰啊。岑福皱眉，满脸的正义，我当时已经要走了，去洗了个手，
出来就看见他们了，所幸我拦得及时，什么事儿也没发生。他们对金夏动手动脚了，金夏受伤了，岑福很是担心。虽说和他共事时间不长，两人总是拌嘴，但岑福打心眼里知道，金夏和之前那些带有目的性的人不一样，他虽嘴上不饶人，心里善良得很。他没受伤，也没怎样。陆毅平静地陈述事实，一句比一句简短。那就好，他就嘴上功夫厉害，劲儿小得很，万一真碰上什么事儿，免不了吃亏。陆毅不语，岑福知道多说无益，匆匆说了晚安便回了房间。不知道是不是衣服和妆容的原因，陆毅觉得金夏比往日可爱得多，又或者说这才是真正的金夏，平时见到的不过是他伪装给自己看的。他第一次见他惶恐到不语，抬眸看他时眼里还带着泪光，白皙皮肤上清晰可见的红痕和那小小的公主裙形成鲜明对比。在自己怀里时，他悄悄拽紧了自己腰间的衣服，毛茸茸的秀发正好蹭到自己的下巴。他突然觉得她是个女人，对，就是女人。男人女人在他眼里向来只是一种生物体。他母亲去世的早，从小性格孤僻，不喜与他人交际，就更别说什么想和他恋爱甚至有其他目的的女人了。他向来不屑一顾，但是今天他那样楚楚可怜，他第一次觉得面前这个女人竟然如此娇小，如此可爱，如此激发他的保护欲。他在怀里时那种说不上来的躁动，那种异常的心跳，